The machine's good. Give him the money.我知道，你不就是那个叛徒吗？你的账户上多了40万不明来源的美金。什么？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为了40万就背叛了自己的队友？不是我说话的。你难道想让一个死人背锅吗？ Look at this， 这是你脑瘤的病历。我知道你需要钱。 但是我不会接受 ，You betrayed your teammates。把他放上，动。 Block all exits. 你唐某，唐某。 家人，可你把他们都给害死了。
老鸟没教你怎么判断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狗真，我不会放过你的。Now release us home. Home? Yeah. After the masterpiece you just created, all the painstaking effort you went through, and now you want to leave it? But you said you will set us free. Listen, I'm a responsible business owner, and that means being.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my client's interests as well. Now, is that so wrong? Take them back. Move!刺声波武器的证据全都录下来了，这鬼东西无声无息，无法预测，也无法防御，难怪霍华德为他大费周章了。收好证据吧。江北几百米有条船，是我藏在哪儿的，燃料足可以离开这里。怎么你不走？有几位乘客要一起上船，他们是为我而来，不能把他们丢下。
哎，你的小队三个死了，两个被抓，你回去干嘛？你是去送死！送死！送死！我跟你不一样，你拿钱出卖你的小队，害死我师父，我必须回去。 死也要跟他们死在一起，这个叛徒！老鸟就是在我面前死的，一枪一枪被人打死的。他是你师父，可他也是我的兄弟。 是我，我去找你。你千万别犯傻！该干啥干啥去！咱们风暴小队，从来就没有怕死的存活。 Hey brother, watch carefully. 哎，住手！这到底怎么回事？ 制造假死，就是为了私吞此生不武器。但他没想到我活了下来，为了掩盖事实，他陷害我，抹黑风暴小队。所以，袭击我们的是霍华德的人。对，后来我通过安保公司内部的通讯方式，找到舰队有老佛，让他伪装成科学家。 潜伏到霍华德身边，收集证据。我故意暴露，利用你们的飞机登陆小岛与他会合。
用这些证据曝光霍华德的真正目的，还我和小队一个清白。你干嘛？你已经病成这样了，还要去跟他们硬拼吗？那东西落在恐怖分子手里，后患无穷。还有你那些兄弟，你把他们救回来。要去也得是我去，我的人，我自己会救，用不着你逞英雄。哎，一个将死之人，前去赴死就够了。你还年轻，大好时节。这事儿我来。喂，老头，我的队员因我而死，新仇旧账我会和他们一并算清楚。要么咱们两个一起去，要么你留下，你自己想想。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把剑放下。OK, OK, OK, OK.I'm the one in charge now. Who the hell are you? It doesn't matter who I am. The weapon is with me now. You can wire me the money to the same account. Okay, but you need to destroy that city first. That's fine. You have my word. Run the machine. Yes, sir.100公里外的城市，怎么才能关掉它？一旦启动就关不掉了，而且它是钛合金的，从外部根本无法轻易破坏，只有正面发射口是最脆弱的。史文，照顾好科学家。有个靶，队长。
你的，观察手。这个时候都知道怎么做，开枪！